个住处，也就是宜兰。整个宜兰都归你的。对，我到宜兰露营，我最开心。最开心啊，因为可以回家睡觉。很近，然后又可以回家。是。哎，我们今天开场的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赶快先介绍来宾。好的，就是喜欢你的，就是喜欢你，有没有看错？没有错。你为什么？是我本人。你为什么会出唱片？哎，厉害就在这。哎呦，毕竟我就是斜杠，斜杠再斜杠。对呀，这件事对我来讲也是少菜一碟。没有啦，没有。全是这样子，这种少男的歌曲对我来讲小菜一碟。而且最主要是因为这次有这个喜悦跟大家分享之外，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我们有出这个单曲联名的豆膜，也就是商品。来，主持人，哇塞，不是送豆花跟进去吧？没有。谢谢老师，就是喜欢你。用了就会喜欢你吗？会，买单就送这个，请大家多支持，就是喜欢你。好 ，OK， 那我们到这地方我们要做什么呢？在讲做什么之前，有个大来宾录了一段影片要给大家看。大来宾，大来宾，大来宾。耶！传递金曲三次，壮阔飞行 ，Fly High。传统艺术界年度最大的盛事第34届传艺金曲奖正式启动了。我是传艺金曲奖宣传大使许孝顺。今年的传艺金曲三次呢，以这个壮阔飞行为主题，想象我们诸多精彩的团体或艺术家，就像那繁星一样，一道又一道飞起的创意能量。而颁奖典礼就是一个展现呢捕捉缤纷多彩众多飞行的场所。邀请了大家一起来翱翔艺术的苍穹，见证所有入围得奖者发光发热的重点时刻。我是传艺金曲34领航员许孝顺，带领大家进入传艺金曲奖的殿堂，认识传统艺术的无穷无尽，一起壮阔飞行。来，来，谢谢孝顺。这个传统艺术金鼓奖跟饥饿游戏算是有深深的关联，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有关。对，去年也是找了大使，就是许富凯来我们节目。对，然后我们还在那边玩找东西，对，然后今年是顺哥是大使，而且传统艺术的这个金曲奖呢也跟中视有关联，中视也会播出啊。哎呦，然后我们有传艺金曲有两位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哦。哎呦，来欢迎老师，欢迎老师，哎，两位老师好。传艺金曲奖的两位老师，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陈宇安，但不安，我是寡喜修仙，寡喜修仙，老师是修仙哦，我就修仙，哎呦，难怪那么帅气。对，老师本身也是第26届戏曲表演组的最佳个人表演新秀奖得主，哇，26届啊，现在已经到34届了，对，8届了，而且我还是歌仔戏领域第一个拿到这个最佳表演新秀奖，哇，好厉害，哎、哇，该掌声鼓励一下。那旁边这位是？我是刘思怡，我主要是客家戏演员，现在在荣兴家剧团剧团，在这次的奖项总共入围3项，哇！一共是在最佳传统艺术林书满奖，还有最佳音乐设计。而且这位老师是花旦，对不对？对，我本身是花旦演员，那这一次在34届传艺金曲奖也有担任开幕表演的。哇，太棒了！哎呦，的机会很难得，是不是让他们分别表演一下花旦跟小生的身段？哎，真是一夫一妻相逢，叮当滴答相当走，盼卖我来别故事啦，相逢那滚大路高，渡情一刹那不难。哦，掌声欢迎！演讲者的表演，好，小声小声，好来，一句话清茶不一花，闭关修河天宫花，心相爱我一动我。红柳了那暗烛花，谢谢，谢谢老师。这次的传艺金曲奖34届在中视有播出，对不对？对，10月7号颁奖典礼是7点，有4个平台可以看得到。对，特别是中视新闻台、
中视新闻的 Facebook、YouTube、传艺金曲奖 Facebook、YouTube， 还有中视新闻网的 Facebook 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是 ，OK， 请大家多多支持传艺金曲奖。我们也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传统艺术啊，所以今天都会在传艺中心内执行任务。哎，太好了，太好了。好，整集会分成三队，分完之后就不猜对喽。哦。每队要依照信物前往指定位置挑战任务。哦。挑战失败的话，需要留下一位队员不能参赛。然后成功的话，可以获得该传艺元素的宝石。宝石。率先收集六颗宝石后，全员搭上太空船壮阔飞行的队伍，就可以获得奖金8000元。所以传统艺术中心有太空船，4个人要全员都一起才有过关。对对对，收集到六颗宝石之后，还要全员。全员对啊，有一个人被留下就不行了。所以有一个人被留下，有机制跟奖。哦，有可能可以救回来。哦，没有，我们没有想救啊。所以上太空船那一队一定要全部的人，要全部要四个人都到，全员都留在关卡处就没人嘛，对，就失去冠军的资格。OK， 好，提前淘汰，全员留就提前淘汰了。那怎么分队？三帅当队长，轮流猜拳选队。哎呦喂呀！超难选的，剪刀石头布，哇塞，也太衰了吧！就是你吗？我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太衰了！你先选，对，那他盲猜都可以衰。我第一个要选的是跟我穿情侣服的花花。你们最近怎么这么多周都好多次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啊？这妹妹不知道为什么就衣服都刚好，我的这个都变成要穿，而且那就算了，就是材质都还是同一款。防风，我花，因为花花胜率高。谢谢。哇，合作过了。哇，我头很痛了，我。我先选 Teddy。啊，我可恶被选走。我先选 Teddy。嗯，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我觉得他上次才表现得很好啊。他表现好，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没有选奖金选你吧。那个关键，这就是表现，不是逼我，这就是表现。我们记仇记到现在，你记仇哎，你讲太久了，回想你记太久了。开玩笑，开玩笑。好，徐梦辰，好了，换我选了。哇塞，我觉得接下来真的难选了耶。敏川老师看起来一副那个他的皮肤白的跟外国人一样，你觉得待会他可能没到3钟就中暑？他没有在跑外景的，可是我们先走去啊，说不定他是国剧啊，他国剧的耶，那也是戏曲，他是学国剧的，这样子蛮有优势的耶。对啊，对啊，戏曲哦，戏剧哦，对啊，我选品威。你不是有蛇咬吗？金？你不是说有蛇咬金？不是，因为我觉得，老师没有看过他玩游戏。对，你总不可能六关全部都在唱戏曲吧？好像蛮有道理。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以饥饿游戏常常就会到了一个地方之后玩跟那个地方没有相关的游戏。哦。对，然后刚刚讲到这里24公顷很大，应该要跑来跑去。那会就有反差，会不一样。这边我是宝藏啊！哎呦，这边宝石就在你身上。好 ，OK， 我分好队了啊，选定了。哎，三队各选一个地点的关卡信物。你知道老人家看到这些东西只会选最大的。哎呦，队长，你的直觉无所谓，真的、啊。他会选我的直觉是不是？他的直觉通常。好，我的直觉是广场，那就不要选他，直接选。还开始顺从自己的直觉。对，你这个方式是没有错的。好，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信物了。OK，Let's、okay, go。我们现在是拿到了这一个写把咖啡广场，把咖啡遮住，只有广场，所以这里有两个广场，2018、2019、2018、2019，有一个临水剧场广场跟中央广场。可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要不要从，因为我们从前面开始走，对不对？对。我们从戏台就问他，好，我们要拿他，他会跟我讲他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一路收集线索过去，我们会知道每一个东西要的是什么。好，你懂我意思吗？嗯。然后我们待会拿到，我们就不会又要再重新猜。好。
我们这个是这个洒水，对，跟水有关，跟水就是一个临水剧场广场哦，临水肯定就是这个，而且又是那个动作啊，对，临水啊，对，临水，对不对？对啊，临水一定是，哎，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年纪大，对，年纪大没有代表什么，真的，而且家有一老如有一宝。Kitty 算是被我们拖累，拖累，没有。你应该把高山峰拿来这一组，你可以一路找到团长。这真的太辛苦了。收集，我们这个蜡烛，我觉得蛮有可能是这个的灯笼，对，我也这样想。嗯，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因为里面要放这东西啊。嗯哼，对不对？以古代来讲，里面要放这个东西，其他的不可能出现。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提示还算蛮明显，算蛮明显。嗯，线索会不会其实是演艺厅？那我就要问他们是怎么凹到演艺厅。太硬凹了，我真的是硬凹，我真的是硬凹。哎，谢谢，可以再讲一次吗？希望者你好帅。好，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当了爸爸之后，他笑了。活动经过这里吗？这里很大，走超越，超越，我们超越，超越。赶快先问他要什么。对对对，来来。他要什么？哎，我们来了。给我幸福折叠椅。折叠椅，折叠椅是喜欢。我们今天折叠椅，我们没有，谢谢。折叠椅，续牌折叠椅。折叠椅是折叠椅，续牌折叠椅。好，再灯笼像。灯笼像在哪里？续牌。灯笼像。续牌折叠椅。要不要问路人？前面右边。好，请问有人知道灯笼像吗？灯笼像。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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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Hello， 你好，你好，我们来了。你好，信物吗？蜡烛，蜡烛是灯笼下啊，灯笼是需要蜡烛。OK， 我来。Hello， 你好，你好，我们来了。请问你要什么信物？布袋戏偶，嗯，布袋戏偶，你好，啊，布袋戏偶，好。哇，这很大哎。中央广场在这边。哎，我们就有地图啊。我们现在先确认一下。临水街那里，对对，这边这边这边，临水街有没有？临水街，哎呀，年纪大人特别会找路，因为现在年纪都看什么？都 Google 嘛。对对呀，我们要生存之道。这里是不是灯笼像？请问一下。哦，还在前面，还没到。我能够预测，到了。我能够预测我们三组啊，我们跟孙协志这一组会是用走，然后人骨花花那组陈哥老会用跑的。哦，坐船，因为他们就是个性比较急，而且他们三个女生是不是都穿紧身衣？哎，我没注意，你会注意到？不是，他人穿紧身衣，我是问你。哎，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这里，到了，地上两个红点，给我布袋戏哦。哦，布袋戏，请给你布袋戏哦。不是哎，所以表示这里不是灯笼像要的是布袋戏哦。那我们这个灯笼，不是我们这个蜡烛，啊，这里不是灯笼啊，对，哎，这里是布袋戏，红楼绑布袋戏，还要再往前走了，还要再往前走了，所以我们还没到灯笼，哎，后面吗？我们过头了，哎，那刚刚那个店员跟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被店员骗的，这里是不是灯笼像？请问一下，哦，在前面，还没到，我能够预测。请问需要什么信物？这关请给我咖啡广场。耶，好巧。那这一关呢，跟妲己有关。嗯。派出十个贵人，一个有一次机会，然后你们要抓到15个贵人。四个人加抓到15根。这反应。他们只能单手接，他们第一根不用转，但是接完第一根之后，每个都要转。其实我们应该不要太高，对不对？低一点，对不对？其实应该低一点，你比较有时间可以去抓。谁先来？一定是你先吃饭了吧？对啊，其实我可以先哎，你可以先，应该还可以。我觉得我要后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拯救，越后面搞不好，你越有看人家的经验，我会抓到一些技巧，他可能更，我比较可以接到更多个，对不对？那我先，好，心宇你先来，那我第二个，第一个不用转哦。对啊，好转，啊转。转，没事，没事，还有机会，好，有转，有机会，好转，接这个，可以 ，OK， 好亮，完美 ，OK， 好，所以你4根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在这啊，哇，来，然后
这一关放完的是跟歌仔戏的身段有关。啊哈！请你们轮流耍花枪，我会丢水球，然后丢四球，你们必须阻挡。要打到他、哦，四球都要破。过两球。好 ，Teddy， focus， focus。好 ，Teddy， focus， focus。哎呀，你看，你看，根本就停。注意看，没有停就没有啊。对，你要抓那个时间呢，要抓时间。你要看人啊。哇，那你如果再没有就要淘汰了。等一下。没了。留一个下来。先留慧茹，我们等一下来救他。这一条。灯笼，对吧？人家看你头顶，人家叫灯笼就是要灯笼，干嘛硬要把这个游泳圈，然后自己去洗脑说它是灯笼呢？好，我们已经到了，好，我们到了灯笼像了。要请给我蜡烛，这里就是这个，没错。比方说我们推论是没错，那这一关跟京剧的身段有关，要派出队员轮流用连滚球方式前进。然后把球滚进指定的洗衣篮，限时3分钟。然后洗衣篮内累积8颗就算成功。用连滚球，对，那跟京剧的身段有什么关系？我也在想。你刚说有关系，然后我觉得哇，肯定要来个什么十三响之类的。身段要够好才能滚进去。哦，预备开始。哦，糟糕。你先停住。对，所以我说你太靠近孟哲的话，他会不好。我发现，等一下，我知道，你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转，可以这样子转，但是你的人不要前进太快。对，过去。OK， 好，人不要前进太快。对，有了。感觉对了就可以继续执行了。现在在地上有一个，我先捡。如果抓到感觉，等一下第二颗就尽量找一样的大小的。这样要重来。等一下啊，你们到这个靠近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的高度。我觉得到后段可以慢慢的。没有，他会小心，你要让他。两颗，我不能，那就掉了下去吗？可以，你们低一点，慢慢往下转了。我看，好，继续，好，可以，好紧张，对，这其实蛮，好，来，我已经应该蛮 OK 哦，是你去抓它，好了，是它掉下来，你抓，OK， 你们提醒我转，可以的，就有用，对，我要提醒转圈，对，会忘记转圈又快，我们会叫你转圈，好了，第二棒，君君。转你要四根，你要六根，好，你不要压力，不要压力，不管你几根，后面我 cover 你了。好，太长了，来，开始哦，转，哎呦，转，不要慌，没事，转，一手，好，转，可以 ，yes， 五个，你五个，还好，可以，最后只要四个就够了。可以，你刚才转了，有点晕，对啊，风现在可以，转，哦，哎呦喂，转，呀，谢谢，那请给我们什么东西？过关是你们幸运啊，我们有一个宝石。哎，那就上去，救人用的，技巧的哦，因为我们是耍技，可以贴上去。我们有
能量手套，等等等。哎，现在就信物了，哎，那我没有信物，那是要找信物啊。信物应该是路边找，会不会有盒子？在哪里？到信物场去。就是这个信物，那就是。这就是信物。我们刚刚还有一个还没去到的，他是不是信物？演艺厅，演艺厅票，演艺厅要看票。对，演艺厅要入场券。对对对，演艺厅是入场券。老师要两次都可以，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然后呢再来给我。没有玩过哎。对。好。所以你还要再过一颗。第三次啊，第三次。哦耶！对呀。哦耶！对呀。我有卡住啊！对，过了，下一个点的信物，宝石，要宝石啊，宝石，宝石，秀一下，我们的宝石，贴上去，宝石，哦，哎，萨诺斯哎，细细，好细，好，那另外三位就这个相关下一个，所以潘慧茹要留在这，那我们等一下来救你，我们先去救你，椅子要去，椅子，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先去煮毛纳，还是你们觉得就把它摆在这，会不会太可怜？有点可怜，但还是我们先想办法过下一关再来。可是因为主谋就在隔壁，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是戏台吧，我们刚好经过，要看表演嘛。对啊，没有。可是你去戏台前会先经过主谋，对对对，所以我说经过主谋，对对啊。好，先救我嘛，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一起的。哦，有听到吗，各位？有，谢谢啊，谢谢，谢谢。快点塞车！不是，我流汗。好。你可能还要再往前一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流汗，现在有点卡住。哦，还要再一圈，还要再一圈，还要再一圈。哎呀！哎呀！哇哇塞！时间剩下一分钟。不要急，确认球转到框的正上方再放。哎哎，好，不要过来。哎，是这么被用嘴咬吗？哎，你咬得住这一颗篮球？三十秒。还没有，再过去一点。对对对对，慢慢，还没有，还离得太远，你要再转过去一点点，再转过去一点点，再转过去一点点。你这样看得到吗？等一下啊。还要再过去，对对对对，睡，十秒，走，进，对，再插你这颗，六，插莫进那一颗，哎，啊，你为什么头到底拿着电扇在讲话？不是，因为我这颗掉了，有吗？没有，这样子，但是你们要留下一个在这里，太难了，哇塞，有谁？哎，不是，我觉得刚刚有个很大的问题。刚刚我前面那个是谁？是品威嘛？对，品威跟我中间夹着你，品威过了之后，我这颗也过了。如果你刚刚这一棒，你不要拿着电扇在旁边讲话的话，不是，我们就八颗了。不是，我那一颗篮球是弹到边缘刷出来的，刷出来，所以赶快再拿一颗再玩啊！不是弹出来之后拿着电扇。可以，再往前。现在想要留在这里。只好把我留下来了。我觉得要把你留下来，正如你意。对，我根本就是不是惩罚，是不是？是奖赏。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计谋。没有，他们两个都没发现呢，你怎么把我戳破？这是你的计谋，就是想要休息。没有，我也很努力。你看，我只满头大汗。所以对你的惩罚应该是要让你从头玩到尾。对，太过分，所以留下我。哎，那莫青，让莫青休息，我们三个人再闯一次。好，你确定你会闯？我已经燃烧起斗魂。是哦，你不要再拿电扇在旁边聊天。麻烦你三分钟结束后再拿起电扇。好，我不建议你吹，但不要在这三分钟吹。可以。OK， 好，来，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
加入会员支持饥饿，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